ี่สถานี这玩意儿太大了，是吧，姐妹？说说我比他打鱼还强了，找多少斤河鱼了？找多少斤河鱼了？啊，地方上鱼喽！啊，我到。我给我炸的哈。我到的。啊，地方有鱼了。手头弄。手头弄。鱼，这鱼养了不用。这得放上那牛用。小鲤鱼要是给庄里边那些有年人看到都稀，看得半心。四个皮裤，两个撒网的，你看。里边草鱼没有了，你死网还能逮到吗？撒网，这时候够够的。可以。哎。可恶。舒服。这脚这撒鱼都来了。哎。你是不是的？你只要去啊去啊，这是不是？你看大鱼都来了。看大鱼都来了。嗯。你不能急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急的事儿。这样不能走，这让大哥大，你大哥大给你。我看窗户呢，我知道字了。可这网还都打大本儿，你上里边呢？行，我给带进去哈。解压了。嘿嘿，走走走走，你上里边走。解压了，哎呦，走吧，再进去啊。哎，护水要怕点，我喜欢他。哎，你护水，你要钱，你还要这用着护水呀？你到底你会不会护水？关键。哎呀，怎么讲究？看孩子。他说他想护水，害怕太沉。那点那点救生圈，你拿个救生圈过来留护水还。我刚才都想来过来试瓶子呢，我说来试瓶子呢。那是了，得能卖多少钱？好，不能放你们哈，慢点哈。别讲。那边挖注意。那边他都没捡哦。你那边都不捡着的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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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谢谢谢谢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谢啊。你要捞，带你走哪捞几条了？走，带你走哪捞？你得走哪能花盐都花掉下去了？走，快走。哎呀，不，他给回去回去抽两腰子。好，谢谢您，师傅。放这儿，我这个弄还怎么放啊？哎，谢谢谢谢。能捡瓶子，我也不什么有钱人。是，俺两人现在都没有班上。嗯。没有班上，能。前轮刚干过你的。好，谢谢。前轮人刚干过。他原来个
电子厂。你是哪里人？哎，哪里人？俺西安那边。西安那边的。我跟店长退休了，都搁家没有事。哦，最好最好最好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这车也错不了。里头是啥往啥？不是往里砸，你别先砸，这样你别。那不耽误你工啊？我有什么耽误你耽误？没事。砸到电工，你自己捡了行吗？来，一会儿吧，等会儿。那几块钱一斤，咱们那得多少瓶啊？你弄也行，嘛也卖不了十块钱，也是。你撒到墙根儿都行了。得到墙根儿就行了。我嘛干的。哎呦。走吧，就那个吧。装，这污染还硬。又清理垃圾了，又那，又能卖钱，又清理垃圾，慢点。我这网不太能撒，鱼还能撒也行。没有事，没有事，这个是举手之劳，这个不叫事儿。我不敢下雨，那雨太深，太深。这俩都是深。深恩，俺不容易没有用过用。山东啊，人民淳朴，人民天配有灯，下雨天有。我感谢你。不要感谢，这个举手之劳都不叫事儿。遇到好心人，还真给你遇到了。我感觉碰到这样的事儿不做，感觉都跟是做坏，都跟做一件坏事儿一样。是有这回事。俺为请你吃了。哎，完了，你做完再吃。里边还有几个，还有几个也不多。不用了。好好好。都垃圾。多是这多。你这是没有人进去了，进去早就跟老头老妈吃了。我都吃完了，搁那边没有人能过去。是的。行，兄弟上来吧，还得试我这个上好了，行，好嘞。这鱼吧，这个小鲫鱼、大鲫鱼，还算比较正常的，主要这两个架势，那个杂鱼，我们此地喜欢吃杂鱼，可鲜了，就这个。搁两个钢针子，搁点鲫鱼膏啊，叫杂鱼。好，走吧，回家弄饭吃。还是你撒多哦？还是你撒多哦？对。走，我走。沙漠之旅。俺以前那河那边河里边比这个好看，比这还大呢，那多好面积了。